亏了。六，再一个，欧啦欧啦欧啦，你要鬼啊你要鬼啊你要！啊、哦，有两倍是不是？没有熊猫是不是？我最喜欢教大家用没有熊猫的通关方式。我来等下来试试看，我来看一下，我看也永恒一期。诶，他说生命力全满，自身扣置一，并将心转自身符石，移动符石减自身生命力全力攻击，反之应该是两倍吧？看起来只有两倍了。我没有机会测试啊，不过看起来它有分号。所以它的分号，按照我国人的造诣来讲，分号应该是两件事才对。可是它又后面有个句号，所以它可能前面那是一件事情。好、哦，它的生命如果没有全满呢、欸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如果没有生命全满呢、欸？对啊，这就是矛盾，应该是我不确定的，好不好？莫龙兽，巴西盾那边怎么打？好，为了解除大家疑惑哈。啊，相信很多人用神卡神转珠，对不对？神卡神转珠，神满升华，神满技，对不？通关，我今天就用没有熊猫的慕容兽来为各位做一个示范，怎么样？怎么样 ？OK 吗？要的请按一，不要的请按二，好不好？要的请按一，不要的请按二。满了两倍，没满三倍，是不是？我们来示范一下，没有那个没有什么熊猫脚，哦，都是一嘛。再来一个二消，妈呀，二消，刚才没像一流耶，没成就呢。来，我思考一下，应该是看到我的配对，你们可能就会通关了，我是这么觉得啦。我想一下，还真的有一点点难啊，有一点点难啊。我想一下，一定要我派魔爱出来嘛？火星术哎、欸，有看到不？当你看到我在主卡的时候，感觉就好像有点感觉，但其实有些时候是错觉啊，对吧？按下去又放掉，有没有？那是有关系，因为我的脑袋一瞬间就星哦，那一下没咻又回来了，所以为什么应该有人知道？我本来按下去又把它按掉，应该有人知道哦。每满要一滴血差三倍，好，谢谢，这样我大概知道了。强化，靠北啊，又要来一次了，请各位再等我一下，我可能要再把那个啊，算，摸一下，不用扫那两 CD 啊，没差了，卧龙爽啊。我想一下，签到奖赏还没有换，还没有换，不是第二次了吗？我来看一下，还真的是不是那么好配对的哦。不过今天如果我没有配过去，大家应该会觉得很纳闷。我想办法，尽量好不好？尽量配过去了，好不好？
我是怕我可以过关了，但是怕我过得了，你们过不了了，这是问题是在这里了。注意看哦，哎，就有些时候配技哦，然后配卡、配龙科都是很重要的哦。蛇女是很好的提议，但是有些时候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而已。好的，我已经有打算应该怎么过了，可是。可是战术跟打法可能要稍微配一下了。我本来是想要用我自己的那个精粹来做啦，可是这样可能对各位来讲太难了。因为我可能过得了，你们过不了。之前也有过，因为这是玩游戏的一些技巧。可是我有精粹，可能你们没有，所以可能我就尽量配一个，对，我有，你们可能会有的这样。哦，蛇女本来应该是神卡，可是它有点状况哈。哦，对，捡一 CD， 不用放木异界哦，木异界，我修解。木异界。放下好了，组合技可能比毒龙来得快，所以我最后是采用了这谁的建议 ，Q852761 的建议，因为 CD 短的我可能比较优先的，好不好？来，今天百姓为各位来示范哈，如何使用没有熊猫的木龙兽对过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。我不会硬过，我评估我过得了，你们就过得了的打法哈。我评估我过得了，你们就过得了的打法。必放也不是一定必的，因为我之前又用没有必的，可是 CD 短的确放比较好了。来吧。哟呼！这难度是切猪啊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打太多，台面上太多木珠了，切不开。哟呼！给干妈报几点嘛哈？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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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其实也不太需要除什么技啦，只不过这是一个习惯性动作啦。
哦，我跟各位教学是用最简单的方法通过最难的关卡。哦，所以当你没有问题提出来，我评估应该是打得过，我就会来做一个示范。哦，主要是对，要做示范给你们看，会比较清楚一点。今天开好晚，欸，因为打了好几队，应该这么说。哦，叠珠哦，右边那个水珠哦。小心第四关啊，小心第四关。锁水哦，OK， 大家一定很好奇，到底那关怎么打的？等你看到最后就知道了。但是我不一定过，但是方法看到了，你们就知道怎么过了。就是应该是应该啦，我是讲应该啦，我不讲绝对啦。但我要我过得了，你们就过得了。木歪啊，木歪，对啊，木歪怎么样？看错的没关系啊，看错没关系啊，就是，就对，就只是看错啊，那没什么。会提出疑问来才是好的那个哈，好的互动。再不给我木柱，我都快要过不了这一关啦。前姐的书就是摸埃及啊，哟呵，这边攻后吸血50%98%，这次一定要处理掉，没有处理掉我就准备再见了，98%就会弄死你，真的。所以我直接就开了舍身立敌哦，青龙摆尾哦，一定要把右边那只处理掉哦。
不用恢复了，因为它底下就恢复了。靠腰欸，忘记珠子是隐藏的了，错解要吗？哎呦，看波数好像不太够哦，啊，不过我已经开了两个真伤了，所以不太怕。一个转珠嘛，一个哦，这个就是我觉得下面那个很烦，所以我一定要把它炸掉。噔，好舒服啊，这是专门破这个风化腐蚀。我看一下，这边可以除一下剂啊，好不好？不用急着送走他哦，可以除一下剂。哦，我来预估一下，我可能等一下会带一只打酱油的哈、哦，自己看起来是打酱油的味道了，因为我有闻到酱油味。哎，以下先开放有奖征答，哪一只打酱油？有什么奖啊？就是谢谢你的这个奖赏，好不好？应该有人会想问怎么讲，是不是？就是我会跟你讲说谢谢，不知道这样 OK 吗？哦，有无？像这种啊，甲弄了无，免惊，我啥，我木龙手呢？战术性撞击，我跟你讲。好、哦，有人说二天鹅人哦，漂亮漂亮，大概那一只是会打酱油了，我自己评估是这样了。当然，如果故意要不让他打酱油，也是办得到的。怎么说呢？我来示范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天鹅人到底会不会打酱油哈、哦。哎呀，靠北啊，他直接真伤弄掉了。一回合状态就没了哦，还真好笑啊！他捏捏，他到底有没有出场？有啦，他发挥一回合的功能了。看，不要说人家没有用好不好？他还是有发挥到好不好？有啊，刚那一回合不是有出手吗？有啊，有真伤啊，自身四倍，你没看到？欸，他不太好控制力道，不然他其实还算 OK 啦，应该这么说。低血高连击，又给你出一个哦。哦，昨天啊，三下了啊！天鹅人开，我们尽量不让他打酱油，因为我已经预测到他会打酱油，我们就尽量不要让他打酱油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氛围了。二六哈，
欸，木珠那只鸠啊，不然搞，会当搞搞我解释一下，有些木珠只鸠，扫到一个靠北这样，人家嘟，对不对？那音效感觉就对。看起来是不太会死，所以我就决定就这样给他撸过去欸，这木珠洗，怪不得大家说没有熊猫不好过。我看到那个木珠实在有点可怜呢，41000哦。来吧，咱们来玩玩一下哦。这颗哦，光的。问题来了，这关怎么过？就是龙克脉动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少一combo。欸，大概是这样用啦，我不晓得这样可不可以，我试试看。欸，我的目的就是只是对，把那个木珠率多一点出来，就这样。当然，我本来还有个减伤的功能，可是我发现我好像没办法发挥了哈。欸，我看一下哈，这边切一个迄个八康博克林，小块有一点点的难度，好吧？看到了，少一康哦，靠背啊，就他死了。切，看人出切出干呢？哦，本来是要绿做侪，即落煮出来有啦有啦，啊，不过敢若无啥盖迄落个哦，无啥盖理想安尼。我想者，亏啦，六再一个，欧啦欧啦。鬼啊！练鬼啊！练鬼啊！练鬼啦！哦呼呼！呜呼！呀哈！呀哈！好啦！看到没有？就是，对，本来是要减伤加绿珠啦。啊，对，你们就绿珠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可以吗？应该可以哦。这样示范不晓得大家满意不满意？我已经尽力了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现在就是每次消五颗木珠哈，啊，笑得肚子好痛。看，天鹅人哦，天鹅人，应该是天鹅人今麦都无打酱油啦。啊，你可能不知不觉的叫他撸鬼啊，你知道？不低不管的，不低不管的。
哦，两颗，可怜，天鹅人无不来无有用到了，有用到了。哎，木珠，不要出现奇怪的讯息。哎，转为木哦，所以现在做这个哈，做这个哈。哦，因为我们要做强化出来，结果拼运气没有，你要就是我的关键用法是。绿攻击猪加上减伤，懂吗？就这样，对啊，你不要，就是绿猪的技巧是比较重要，减伤其实才是其次。我本来想要弄，可是看我发现我的手速不够快，你知道吗？我手速不够快，所以只好绿猪优先，减伤次之。因为我没有控场啊，我本来想用控场，可是对，没有控场，所以没办法。还两回合哎。系列你是要一世哦，四颗是不行哎，我会扣掉六千加上一万六 ，OK 啦。可天鹅人状态还在，靠北边走啊，两回合哎，两回合哎，他路过啊。欸，这木珠会不会啊？消化吗？看，剩一颗木珠是吃大便啊！不让我出手呢？不让我出手没关系，老子就不出手。你别这盖个天有人坑我喏，好吗？水，薪水嘛，薪水我知，薪水，欸，薪水哈，所以火珠把它弄掉。啊，这太夸张了啦，那个珠子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刚刚讲的诀窍有记住哦。哦，一万六加六千，两万二，没戏啊，没戏啊。没戏啊，没戏啊。咯叮，哎呦，我好怕，我好怕，我超怕的。啊，青龙摆尾。翻身交海，嗯哼，来吧，我要强化腐蚀，爱看到，而且消掉，这干了嘛？强化腐蚀不消掉，还得增加个七大死因啊！哦，快嘞，起码我减伤够，黑了也变惊啊！哦，记得哦，绿珠优先，减伤次之啊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诀窍，但是我没有试出来我的效果，但是你们知道我要怎么打就可以了。哎，现在就是属于一个哈，有没有？快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快速，我只用两只手，我告诉你，三只手就不得了了。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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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 哦，好吧，就又我不想再打一次，所以直接告诉你们关键。要么控场，好，然后要么减伤、回避哦之类的，配合上绿珠，但是有一点难度了哈。那多龙跳比较保险啊，当然是这样。多龙跳比较保险、啊。刚看那个尾王呢，那个啊，那个血量好像有一点点危险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没开的话有差呢。哎、欸，不知不觉我们就把虚掷丙之龙席就拿到了哈。大家都拿熊猫嘛，对啊。有人问说没熊猫怎么打？对，就大概是这样了、啊。但是还是要吃一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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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的运气啊，大概这样子而已啊，不多哈。OK 啊，大概是这样而已。因为我刚过啦、啊，对不对？我刚天降几枪不？我反不在。啊，但是你前面至少要做六到七啊，你前面至少要做六到七啊。你只做五 combo 可能有点危险了、啊。对，除非像我这么晒这样。D， Are you ready？ 欧拉欧拉。Are you ready？ 欧拉欧拉。到底我们的龙科是否能够展现出减伤的效果呢？欧拉欧拉欧拉，再见了各位。其实是不可以的。